这是我的玩具。他叫我摇。史莱姆要挣脱了。不会啊，很有趣啊，很有趣，好不好？一团绿绿的。然后你可以用这手把操控它，比如说这样。然后你就是操控它来破坏上面的东西，破坏你桌子上所有的东西，跟个疯子一样。对，这就是一个发泄的游戏，有没有？然后你可以吸那些个黄金的东西，这些就是分数了。对着我放雷射，你们可以看到光影其实是有照到我身上，对不对？很有趣吧？妈的！这有点难操作啊。太屌啦，扎克和谢丽人。有趣吧。我记得可以拉他了。史莱姆说 Hello， 好丑的脸啊，好笨的脸。我记得可以拉他，等下后退一点。他给你拉，对不对？这里好蠢啊！这里超白痴的。好像超白痴，呜！这好像用甩的，是不是？发泄型的游戏，等一下来吃恐龙鱼啊！游戏越来越先进了，到时候等他那个实境的眼镜出来之后，应该会更好玩。所以刚才红色是什么？好，红色是无限雷射炮啊！呜呼！
可以对着萤幕发射吗？我可以对萤幕发射吗？这是前面嘛，这样子。对萤幕发射！我可以把东西推到萤幕前面来。好啦，今天玩到这边了啦，不要玩太久啊，说拜拜，拜拜。